乌毛背心的印象就是我今天要走华丽风，我今天要走洋装风，我才穿得到它。其实你们错了，外套不见得每天你都想穿着大外套，其实有时候可以用这些背心来做造型哦。这背心不仅保暖又好看，所以我这几天呢、像比较忽冷忽热的季节，妞妞都带着我的这件毛袍。其实我就是一件合身有一点厚度的内搭，再加一个大蓬毛背心，你只要拿一个包包就非常非常有型哦，而且也不需要换什么高跟鞋啊、靴子啊。你们看到妞妞依然就是穿我最爱的平底鞋。好，所以没有人说这个一定要走华丽风，一定要穿洋装才适合，妞妞平常穿休闲也是这样子的，所以我很大推这个背心。不论你接下来圣诞节尾牙过年会遇到想要毛毛的东西，它呢不论是洋装还是上衣都可以很轻松的套下去，你整个人就会变得很有型。有型之外当然也要保暖啊，它黑色毛毛还有一点微亮微亮的，是非常非常好看。会不会臃肿？跟大家坦白说一定会肿的，因为它就是一环一环的、你看连妞妞那么瘦穿起来都会有点肿肿的，这是正常的，因为它就是做蓬毛，它就是要有气势的感觉，它其实就是要展现出我今天穿这个蓬毛背心很厉害很澎湃的感觉。